自教，你说的空屋在什么地方？我看看啊，快到了，就在前头。你还撑得下去吧？可以。嗯，等到了那儿，我就立刻帮你治疗。谢谢。 会疼吗？不会，忍一下就过去了。还有，那个，怎么了？
你把衣服脱了，子乔姑娘，你还真大胆。你不脱，我是要怎么清理你伤口的毒啊？凤玉，你就安心听子乔的吧。对了，我记得他还有个怪力子乔的别名。四公兄弟，你说这样。 是要我怎么安心啊？好了，兔兔来了，他是不是男人啊？嗯，你们在这儿休息，我到外头看看情况。 醒了，太好了！因为你昨夜一直梦呓，感觉情况有些不好。好在，你总算撑过来了。你昨晚都没睡吗？比起饿肚子，一两夜没睡对我而言不算什么了。谢谢你，子乔姑娘，我感到好多了。 有帮上忙就好。昨日忙着替凤玉解毒，好多事我都忘了问呢。你们昨日说被追杀，可是你们到底为什么会被追杀呀？难不成是之前那群恶人？不，不是那群异人，但我也没看出是哪个部族的杀手，就是些看不过我的作为，想除掉我的人。 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啊？竟会引来杀身之祸？问天吧。司空大哥，那你为什么会和木叶姐姐和风玉同行？青梅和你的族人呢？青梅和我的族人都很好。族长派我出村护送木叶前往商都，助她返乡。 你们也要去商都，那太好了，也让我和你们同路吧。这无妨，可以出发了吗？现在，这样会不会太勉强风玉了？还是多休息几日再走吧。子乔姑娘，谢谢你的关心。不过，我身子可没那么弱。 再者，昨夜虽然那些刺客没追上，难保他们今日不会寻至此处。为了安全，还是快快离开此地为妙。嗯，的确是如此。看样子，快些离开这里比较安全。木叶姐姐，司空大哥，虽然刚刚我提议要和你们一块儿走，但是我不能放下受伤的人不管。 所以我决定先护送他至下个村落。慢着，慢着，子乔姑娘，你还没问过我要去哪儿，又怎么知道我和他们不是同路人呢？你的意思是？他是商人，正确来说是商都人。如今遇到被追杀这等惨事，早日打道回都，才能保住这条小命吧。 那就更好了，我们就四人一猪一起走呗，这样路上再遇到什么敌人都不怕了。走吧。嗯。
只要你别再引来山猪的话。哦。若我没记错，曾听我族人提过，这附近有个叫别庄的村子，咱们可以先住到那儿去，休息补给，再重新拟定前去商都的路线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吗？还好。真的吗？还是太勉强了。啊，这样啊。没关系，应该还能够再撑一会儿。走吧。啊，什么？怎么了？凤印说他还是不舒服，所以我打算背他走。是吗？没事没事，方才只是一时没站稳，是紫小姑娘太过担心了。凤玉，你别见外，我在紫国可是人称怪力紫小，背一两个人过山什么的，一点都没问题。真的，真的没事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。堂堂一个大男人，叫一个小姑娘背着，还像话吗？阿奇，我继续前进吗？没事了，走吧。Thank you.
子巧姑娘怎么了？刚刚不是才吃过吗？抱歉，我因为体质的关系特别容易饿。这体质也太奇特了。是啊，在子国也总是被大家取笑，他们甚至说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这样才不来找我的。哦，太可惜了，没想到子巧姑娘已经有了婚配。我有婚配，你有什么好可惜的？子贡大哥，这个人一向说话都这么怪吗？还是昨日我没把他的毒清干净，害他伤到脑了？他之前就这样了，若他这行为真是毒害造成，也应该是之前的事，与你我无关。喂喂，司空兄弟、子巧姑娘还有小朱琪，你们这态度也太不厚道了吧。不过子巧姑娘的夫婿究竟是何人，怎舍得放如花似玉的你一人空守在家呢？其实也不怪他，毕竟他是商国王子嘛，一定很忙的，今年商国又，所以不来看我也是情有可原吧。他虽不来看我，也没说我不能去见他，所以我才要去商都呢。这么说来，子巧姑娘就是我们的王子妃了。你们不用叫我王子妃了，叫我子巧或者阿巧就好了。身为人臣，该有的礼数仍要做到。适才听王子妃所言，感情王子妃此行出访商都，并未通知商事，更未告知父母，是吧？我王子妃是子国贵族之女，是吧？身为贵族女子，身为王子之妻，在这混乱的时节，竟独自在外游荡，若有何不测，该负责的究竟是商事还是子国王室？您身负联系商国与子国同盟的重责大任，竟如此不爱惜自己。如果国王了还有自己吗？既然我有能力，为何不能出来帮助商王子？我正是因为观察星象，看到荧惑守心，怕商王室有危险，所以才前往商都，希望和王子一同为商国努力呀。国王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说的真是字字有理。凤玉，我对你们商氏的存亡与否不感兴趣，但是子巧说的没错，若你真心担忧商国，不如从了你们王子妃吧。如果你不想商人从此仰人鼻息，过着四处流亡生活的话，既成事实，再追究有何用？木叶姑娘说的有理，是我多言。王子妃决定的事，怎由得我一介小臣左右？倒是司空兄弟，难得听你说这么多话，听来你似乎感同身受。可以走了吗？总之，我的心意已决，你就别劝我了。也不许你用任何方式和子国的人说我在哪，知道吗？不然我一定会用各种方法让你亲身体会体会为何我叫怪力子巧的呀。是王子妃，看凤羽能说出那些道理，想来也不是泛泛之辈。看他的举止和装束，说不定也是权贵之后。想不到此行竟会和商人、权贵、王子妃一路罢了。
反正只同行到商都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可不能再给族人添麻烦了。司空大哥，沐月姐姐一向这样冷淡吗？是不是我耽误姐姐的行动，惹她生气了？她一向这样。嗯。司空大哥。没事，走吧。这些星子都是人的魂灵所变，有什么好看？啊，真的吗？他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是累了吗？那我们今日就在这过夜吧。好啊，这儿很适合宿营。我去方才的路上装设明烛，以防追兵偷袭。司空兄弟，那明烛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几日老见你沿途揣着。一些小东西，只要触动，就会发出声音。发出声音，然后？然后？比方说，可以惊吓敌人，或是让敌人身首异处。就只是发出声音，我们便能有所警觉，提前防范。只是提前防范啊，可惜了。可惜？可惜什么？司空兄弟毕竟年轻，不知这世间人心最难防。要知道人心啊，总是在你最出其不意的时候从中破害。如果人心也能有这种明烛，就太好了。凤玉，你这是在有感而发吗？
人心难防。会吗？我觉得这明烛挺好用的，就算不能防人心，能防猪妖也是好的。司空大哥，这东西哪来的？我也要一个。我做的。啊，这是你做的？司空兄弟手真巧，哪天把这设计也教教我吧。等我回去商都，便让其他大商官员研究研究。冯玉，你刚刚不是还在嫌他可惜吗？可惜是可惜，但也没说不是个好物事。再说吧。司空兄弟一副精明干练的样子，就是话太少，老冷着脸。会吗？我反而觉得是你话太多了。紫小姑娘，你……我怎么了？没事。爸，早些装置完毕，再回来休息吧。